Fachtelic 疝气和 Morgagni 疝气都是先天性横膈疝气， CDH 这是一种出生缺陷，婴儿的横膈膜上有一个开口，使得通常位于腹腔的器官，特别是胃和肠能够活动进入胸腔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受影响的肺部会变形，由此产生的肺部压迫可能会危及生命。